元气是脱裤子高手，这是一只可怜的小母牛，元气要出动了。计时开始，看看他要花多少时间把母牛的裤子给脱下来。已经过了十秒了，现在先在磨牙当中。好的，即将要解决，脱掉了。噔噔，不到二十秒时间，厉害！噔噔噔噔噔 ，sit。